晚上出门再进个笑脸呐。台北是最大的一张12届，然后一届四年。市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市长，你知道那个媒体朋友们都说哦，你很像水，你有听说过吗？你像水哦。嗯，水 ，water， 水。但我觉得你不像，你觉得嘞？为什么很像？这个太快。我觉得你很像海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没有，市长，因为你颜值比较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说你像水啊，我觉得你没有，你像海水，因为你颜值比较高啊。卡咸。哦，颜值哦。哎呀，市长你觉得嘞？我他妈太会讲话了。好。我这些东西。市长，你有幸运数字吗？我的幸运数字是10，你的幸运数字是几？我的水啊。所以市长没有幸运数字。我们蜥蜴没有这个问题。这什么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啦，市长，你的幸运数字是89，八十九。为什么要89？因为89不离十啊。因为我是十，所以市长你是89。为什么撩撩？市长觉得，市长这有打中你的心吗？市长。啊，市长直接啊，走掉。觉得害羞。那一个。哇，这个。有钱人的哇，看你看这样哦。首先第一步，来，我们先来量界围。市长平常都戴哪一只手指头啊？不是左手的无名指吗？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试试看这个，差不多吧。看一下哦，还谁哦？哎，会痛吗？不会，更好。前左指头，市长。好了好了，市长，哎，等下。市长会痛啊？还痛吗？哎，怎么痛？嘿，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来好，这样就已经完成了。耶！哦，这个贵重的金属还是还你们哦。我拿这个钱好紧张。这部分大概，对，那部分大概就已经超过数万元了。刚才做的这个部分。好。然后还有赢的部分。市长立刻。还你们，还你们。我觉得挑五个。开玩笑，这一看就知道，这一个都带不回去。拿小一点的。小在合照。热情，热情，热情，热情！耶耶，我都拍几张哈。OK， 好，谢谢市长。这应该是市长拍的第9999张，因为路上真的粉丝太多了。